要从文化上来看，我们知道，在路德1517年提出九十五论纲的时候，欧洲早就是一个新世界了，因为在文化上早就有意大利的文艺复兴。意大利的文艺复兴里面呢，有一些重要的人物，他们呢搞了圣经的翻译，他们呢很研究古典的学问，这样一来呢，古典的思想呢就被复兴出来了，那么还复兴出科学的那个考据方法。那么这样一来呢，圣经就需要重新的翻译。文艺复兴带来了一个文化的发展，那么文化发展以后呢，人人都可以读圣经了，圣经可以用民族语言来写了。路德后来自己也翻译了一个圣经，我们说路德翻了什么圣经呢？翻了德语版的圣经。这样一来，只要懂德语的人都看得懂圣经。那么这样一种情况呢，也是说文化已经不再是由教会垄断的那样一种文化了。而那个古典文化、世俗文化、文艺复兴文化，早就是文化局面就改变了。那么还有一个情况，就经济上的原因。那么经济上的原因呢，我们就说那个时候资本主义已经产生了，资本主义已经产生了呢，要繁荣工商业。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，就需要有自由的人，而不需要你有那种罪人的概念。罪人的概念很明显是一个中世纪的概念。那么到了中世纪过了以后，进入了新时代，那么人人都应该积极进取，那么成为一个新人。那么这么一些政治的、宗教的、经济的原因呢，加在一起呢，就构成了一个宗教改革的外部背景。但宗教改革的真正的爆发呢，你必须要从宗教本身的内在的原因来看。那么另外一种内在的原因呢，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，那就是因信称义和行为称义的之间的差异和对立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就来谈第二个问题。我们要谈的第二个问题呢，就是路德的因信称义。路德的因信称义这个学说啊，实际上就是人类如何回归于上帝的问题。那么，因信称义什么意思呢？因信称义呢，就是人是有原罪的，人是犯了罪的，人身上至少有两种罪，一种是人类的始祖犯了罪，那是亚当夏娃。他们因为不听上帝的嘱咐，背离了上帝，所以人身上带有遗传下来的原罪。但是人还有另一种罪，就是人出生以后还要犯很多，做错很多事，犯好多罪，这叫道德罪。既然人是有罪的，那么你就是不干净的、不洁的。那不洁的人怎么还能进入天国呢？那你就要赎罪。那么这样一种思想呢，就有一个你犯罪和赎罪的问题。那么这样一种赎罪的问题呢，就有基督教会啊，天主教会的一些设想。根据天主教会的一些设想呢，人怎么来进行赎罪呢？一种办法叫做禁欲，比如说人不结婚啊，没有这方面的行为啊，人是不是就比较干净啊？第二种做法就是人进行那个苦修啊，你到修道院里，你进行做了很多好事，但是你苦修。第三种做法就是你不违背律法，比如说圣经里面有很多法律，教会也定了很多法律，你从来不违背那些律法。那么你有错了，你就去忏悔，你按时去做礼拜，然后你有了什么不好的问题，你马上就去，就去做一些补救的办法。那么第四个情况呢，你做好事，圣经不是号召你去帮助邻居吗？那么以为你做了这些事情以后呢，你就尽了你的力，这就是你已经尽力而为了。那么另一方面呢，要神来帮助你。那么这样一种做法呢，叫做人神合作论，就是 you do your best，那个 God do the rest。那么你和上帝一合作呢，那么上帝就赦免你的罪，那么这样呢，你就可以得罪，得救。那么路德的因信称义却不是这样。路德的因信称义认为，人主要是个信仰的问题，只有信仰才能称义。所以呢，人不能够那个自救，人只能够被救。人没有自救的能力。假如人当时人类的始祖背叛了上帝，是一种得了原罪，是一种傲慢的话，那么你相信人可以通过赎罪来自救，也是一种人类的傲慢。
所以路德的那个因信称义的核心呢，其实就是完完全全人要有上帝来拯救，人既没有拯救自己的能力，人也没有那个通过做好事来使自己得救的这样一种可能，这就是因信称义和行为称义之间的不同。那么具体的来说呢，我们就一条一条来谈。第一个字，第一呢，就是人和上帝的关系。人和上帝的关系，根据天主教会的理解，那是一种相互的关系，就是人尽力而为做好事，然后上帝来帮助你。这种说法叫做合作论。在路德那里，人和上帝的关系却不是合作，而只有被救，不能自救。既不是合作，也不是自救，而是被救。这一点呢，路德说得很明白。这就是说，人自己不能使自己变纯洁，因为人的本性就是要犯罪的，人本性上就有原罪的烙印，所以人出生下来，人还是要犯罪。一个身上不纯洁的人，怎么还能够自救呢？所以人，你以为你犯做了一些坏事，你进行忏悔，你就能变好了。那么你经过忏悔，你怎么会变好呢？因为你根子里面就有罪，你根子里面就不太纯洁，那么你还会继续干坏事。所以从这一点上呢，人呢就是不可能自己救自己，因为人本性太坏。那么人做好事呢不足以弥补，所以呢人不可能是自己救自己，人也不可能人和神一起合作是能够得救，人只能是被救。这是路德的观点的。要说明的第一个情况，那么第二个情况就是对人的能力了。我们必须来考虑一下，人有没有自救的能力？那么路德认为人没有自救的能力。人是一个有罪的人，人性是朝坏的方面在发展，人本身就是不纯洁的，那你怎么可以救你呢？怎么可以救自己呢？你不就是越抹越黑呢？你不就是越抹越黑吗？那么这么来说呢，你以为你通过自己虐待自己、苦修，或者你禁欲，或者你做了坏事就跑到教堂里去忏悔，你以为这样你就能够被救了吗？就能够自救了吗？所以第二个情况就是路德对于那个人性的一些情况呢，也就设想的是比较悲观的，认为人呢是不具有自己拯救自己的能力，这是路德的学说呢。那比较极端的一点，路德的一种更加极端的一个看法，就是他怀疑人做好事的作用。做好事呢，叫做善功，有个词叫做善功，就是你做善的事情，为自己积累的功德。你做了很多好事，这件事是不是有利于你灵魂得救呢？路德认为也不可能，因为做好事是没有用的。你做好事。只是你在世界上做好事，你如果帮助了邻居，帮助了你的邻居，你只是帮助了你的邻居，你灵魂得救是没有关系的。尤其不可以买卖赎罪券。假如人以为我买了赎罪券，赎罪券里面说，因为我买了赎罪券，我就做了好事，那是更是把那个精神的、上帝的、神圣的东西，那个抹上了一种金钱交易的。肮脏的关系，赎罪券是这么说了：你假如犯了罪，你出点钱买了赎罪券，你的罪就被赦免了。这里面就涉及到两个问题：第一个问题，谁可以赦免你的罪？赦免你罪的人只有上帝，出卖赎罪券的教会没有这个权利。第二，你的罪是不可能被赦免，因为你做的那些事情。无非就是世界上的事情，与你灵魂得救没关系。所以呢，路德的第三个要点呢，就是他认为你的善功与你灵魂得救无关。刚才我们说了三点了，对吧？第一点，人不是得救，而是被救；第二点，人没有自救的能力；第三点是什么？就是你做的善事与你灵魂得救也没关系。那就是说呢？你有罪无罪，这个判决呢，是不是人来判决的？
然后人以为你做了点好事，你就是没罪了。那么从神的眼光里看，他不是以人的标准来看的，他是以神的眼光来看的。那么神是什么眼光呢？你不知道。那么你所有的功德，比如说你到修道院里去当修士，你每天做好事，你每天的祈祷，你积累了很多功德。那么你这些功德能用来消除你的罪吗？这就是一个问题。那么你有没有宽恕你的罪的权利呢？那就是第二个问题。还有就是第三个问题，就是你拿功德的事情、神圣的东西用来和神做交易，这件事情对不对呢？当然，这里面就有很多问题可以提出来。而马丁路德呢，正是在这些问题上呢，提出了很多的见解。所以呢，他就怀疑人做好事和人得救之间有一种因果关系。路德那个因信称义的第四点，我们暂时取不出什么名字，我们就叫他因信称义好了。说他的因信称义呢，是路德呢根据圣经里的一段话来说的。这段话呢是圣经里有一个人叫做圣徒保罗，圣保罗是个罗马时代的人，他在圣经里面呢写过一章，是他写的，叫做罗马书。在罗马书的第十七节里面呢，第一章的第十七节里面呢，曾经提到过一句话，叫做“因信称义”。因信称义呢，就是说呢，你什么才能使你变成一个义人呢？变成一个好人呢？只有一点，这一点就是你对上帝的信仰。唯有你对上帝有信仰，你才能得救，而不是你做好事能够得救，是因为你信上帝，你才能够得救。所以路德就认为这句话很对啊。圣经里最大的权威是谁呢？不是人做什么事情，而是神做什么事情。人做一切事情，只是为了荣耀上帝。人做一切事情，都要强调神是第一位的，神的权威高于一切。那么神的权力高于一切，那么教会呢？那么教会就是个被造物，教会不具备神圣的权力，所以呢，人根据信仰才能得救，才能称义，才能成为一个义人，这就是路德提出的一个正面的解决的方法。而这个方法呢，是根据圣经的保罗的罗马书来的。马丁路德的第五个要点呢，叫做人人直接面对上帝。这个意思可以解释一下，就是人和上帝的关系了，是通过每个人直接和上帝沟通来获得的。那么也就是说呢，每个人得救的道路也是不同的。你有你的道路，他有他的道路，因为你自己和上帝直接沟通，当中不需要有教会的中介。人和上帝的关系是直接的，而不是人必须通过圣女，必须通过神父，必须通过教会才能和那个神沟通的。所以路德这里面有两层意思，第一叫做直接性，就是人直接和上帝沟通；第二叫做个别性，就是人人用不同的方式和神沟通。那么这样一来呢，路德呢就缩短了人和上帝之间的关系，人不需要通过一个中介机构，教会才能得救。这是路德的因信称义里面的很重要的一点。那么第六点呢，路德提出啊，叫做基督徒的自由。基督徒有什么自由呢？就基督徒，他的精神上，他是归耶稣来领导的，所以耶稣是整个基督教会的首领，所以呢，人在精神上完全是由耶稣来决定的，因此人就得到了自由，人就不需要听教会的，人就不需要听世俗机构的。假如世俗的政府或者教会，他们说的话和圣经里说的话是一致的，哎呀，那么你就应该听。但是，假如他们有违背的时候，那你就不应该听。所以呢，你有不服从教会的、世俗政府的、与圣经不符合的那些地方，强迫你去干一些圣经不允许做的事情，你就有反叛的自由，你就有抵抗的自由，你就有不服从的自由。所以呢，路德所说的基督徒的自由呢，主要就是说精神上要完全听上帝的。
而不是听教会的，也不是听那个世俗机构的。那么这就是基督徒的自由。那么我们概括一下呢？概括一下以上的那个六大点呢，我们就看呢，它在根本上就是颠覆了中世纪教会具有神圣性的那么一个观点。因此呢，它就会引起一种叫做教会改革这样一种情况。那么路德的那个改革呢，我们没有说路德的改革就是社会改革，我们也没有说路德改革就是政治改革，我们说那个词我们叫宗教改革。所以路德的改革主要就是宗教上的改革，而宗教的改革呢，不见得对社会没有发生影响，不见得对政治没有发生影响。所以呢，我们接下来就来谈一下路德的教会改革究竟是怎么回事。路德的教会改革呢，是一些制度上的变化，但是它的核心理论却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因信称义。那么既然你要进行因信称义了，而不是行为称义，那就带来了对于教会的改革。你要做很多事要做，我们一件件来说。第一件事叫做取消很多很多过多的仪式。我们说天主教会有那么多的仪式，有那个婚礼啊、洗礼啊、圣餐礼啊、神职受受礼啊等等等等的仪式。录得很明确，圣经里讲过的仪式你要遵守，圣经里没讲过的仪式，那并不是神的意愿，是教会杜撰出来的。那些仪式应该取消，不能把它们看作神圣的仪式。在七大圣礼里面呢，它只成了两项，一项呢叫做洗礼，另一项呢叫做圣餐礼，就是每个基督徒在教堂里面去领圣餐。其他的像徒有礼呀、婚礼呀、监正礼呀、神职受受礼呀这些仪式，还有忏悔礼呀这些仪式，他认为圣经里都没说，所以呢这些仪式都可以取消。所以呢，路德要做的教会改革的第一件事就是精简仪式，把原来的很多仪式呢给取消了。这个呢还是不够的，所以路德又做了第二件事情，就是取消圣徒。教会没有神圣性，那些为基督教做出很大贡献的人，他也不能被分为圣徒。所以我们这里记得啊，那个天主教会里面是有圣徒的，新教里面是没有圣徒的。我们从来没有说马丁路德是个圣徒，加尔文是个圣徒，因为新教不提倡圣徒。因为呢，路德认为教会只不过一个世俗的机构，当神父只是一个职业，它本质上是属于这个世界上的事物，它本身不具备神圣性。既然教会不属于神，没有神圣性，罗马教廷不具备神圣性，每个基督徒不具备神圣性。只有神才是神圣的，那么就没有权利把某些人分为圣徒，所以就取消了圣徒。那么第三个情况就是取消修道院。修道院取消有很多种理由啊，一种理由是修道院里面搞苦修主义，很多人不结婚到修道院里去了，那么苦修是没有用的，禁欲也是没有用的，所以修道院应该取消。第二个情况，修道院取消，因为修道院呢，那个它占有了太大的土地。修道院虽然是个很纯洁的地方，但它的那个土地呢，却是剥削农奴的，就成了一种剥削，利用土地来进行对世俗社会进行干涉的一个东西，所以得取消。那么修道院还有一个情况也得取消，就是说呢，修道院被认为是很神圣的地方。那么既然马丁路德认为，所有的世界上的东西都是世俗的，所以修道院也没有神圣性，所以应该取消。所以在这方面呢，路德是身体力行，他亲自指挥，用一个马车啊，把那个修女啊，13个修女装在麻袋里，从修道院里运出来，让他们还俗。所以呢，路德呢是修道院取消修道院的那个身体力行者。第四个情况，就是路德要强调圣经的权威。路德说，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荣耀上帝。那么上帝我们怎么知道呢？我们要读圣经。那么首先我们要有一部好的圣经，我们要每个人都有读圣经的权利。过去那个天主教会呢，
认为呢，圣经只有专业人员才可以读，就是神父才可以读，一般人读了以后也不能理解，理解了也要出错，所以呢，他们就把那个圣经呢，主要是拉丁文的圣经，只有圣女才看得懂，只有圣女才能讲解圣经。那么现在呢，路德认为不行，我们先翻译圣经吧。所以路德花了很大的力气，用德文把圣经翻译成德文的，然后发到教会里面去。路德还编了很多小册子，叫什么《教育问答》。这样，首先就是人人可以读圣经，人人可以读圣经，得出什么结论呢？就是圣经才是真正的权威，教会没有权威。强调圣经的权威，实际上就是贬低了教会的权威。那么在教会的权威和圣经的权威里面，哪个权威更高一点呢？路德很明确，那当然圣经才是神圣的，教会只是一个世俗机构。那么这样一来呢，就要读圣经啊，就要相信圣经的权威。那么按照路德的这种说法啊，路德就关于得救的问题了，教会有没有权利帮助人得救的问题。那么这样就是路德要进行宗教改革的第五个问题。第五个问题，路德说，教会主要人的得救不得救，既不是你能管的事情，也不是教会可以管的事情。人的得救不得救是神管的事情，是上帝管的事情，所以应该由上帝来决定。教会能做什么呢？教会可以帮助人学习圣经，但是教会很难帮人去灵魂得救。那么，上帝选你还是选别人，那只有由上帝来决定。你只要相信他，你相信上帝，那你就对了。所以，路德提出的一个因信称义的一个概念呢，并不是人只要相信上帝就好进天国那么简单。首先从字面上来理解，因信称义就是你因为信仰上帝，你和成为一个义人，而不是说你相信上帝，你就可以进天国，所以这还是有区别的。你相信上帝，你可以成为一个义人。成为义人什么意思啊？成为一个好人，成为一个有道义的人，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。那么这个情况是路德的真正的含义。所以路德的因信称义呢，并没有说你只要相信了上帝，你就能得救。那你不一定能得救，你为什么还要相信上帝呢？那就是因为上帝的东西是好的，圣经里面讲的道理是好的。也就是说，比如说你喜欢一个老师，那个老师又不帮你找工作，又不能帮你什么实际的利益，那你为什么还要喜欢他呢？是因为那个老师的课讲得好，而不是因为那个老师许诺了你的期末考试成绩一定给你个优。明白这个意思吗？就是说，你相信上帝，是因为上帝给你的东西是好的，而不是上帝给你什么许诺。正如你喜欢一个老师，你喜欢他，因为他课讲得好，他对你有帮助，而不是说他对你许了什么诺，你一定，只要你听他的话，他就给你个优。所以呢，路德的那个因信称义的理论啊，实际上就是比较有趣，就是说你相信上帝，你就成为一个义人，而不是说你相信上帝，你就能得救。那么这样呢，就引出一个新的概念，就是路德提出一个概念，也不是路德提出的，以前就有的。路德强调了一下，这个概念呢叫做前定论。什么前定论呢？就是你得救不得救，很早就决定了。这个情况有点像我们《西游记》里的生死簿，对吧？我们每个人的寿命啊，那个早就帮你记下了。这种情况就是前定论。那么在那个路德的那个解释下呢？就是叫前定论，前定论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得救不得救，既然是上帝的事情，那么上帝当然有权利来自由的选择谁能得救，谁不能来得救。那么上帝用什么标准来选择呢？你不知道，因为人是比较低等的一种存在，人不可能理解上帝的想法。那么上帝一定有自己的选择标准，而这种选择标准呢，人是不能够理解的。那么上帝选择呢？他很早就选好了，而不是说，根据你做很多事他就选，他早就选好了，甚至你还没生出来，上帝就已经帮你选好了。这个呢就叫前定论。那么前定论呢有两种说法，一种说你得救不得救是前定的，那么
那么就是说你得救是前定的，这叫单一的前定论；或者说呢，你不得救也是前定的，那么就是你得救不得救都是前定的。这个话怎么说呢？这个话呢，我们说还是另一个宗教改革家叫加尔文说得很对。加尔文说呢，你必须感谢上帝。如果你能够得救，你因为得救，你应该感谢上帝，你要感谢上帝的恩惠。如果你不得救，你也要感谢上帝，你要感谢上帝的公正。所以，不管你得救不得救，你都要相信上帝，你要感谢上帝。那么，这样一种说法呢，叫做前定论。那么这样一来呢，就提出了一个问题。这个问题就是说，路的究竟是拉近了人和神的距离呢，还是拉开了人和神的距离？那么这个问题呢，是比较难以回答的一个问题。因为从神学的角度来说，路德是拉近了人和神的距离。本来人和神之间隔了一个教会，现在路德提出人与神之间进行直接的沟通，所以是拉近了距离。但是另一方面，路德又否定一个概念，叫做人间天国论。路德认为人间就是人间，天国就是天国，人间不可能成为天国，人间怎么可以成为天国呢？所以从这个方面呢，因为人是比较低等的一种存在，所以人不可能使自己变圣徒，人不可能使自己变天使，人不可能自己进入天国。所以从这个概念上呢，路德是否定了人间天国这样一个概念。那么路德就是认为，那个人间天国也许是个很美好的理想，但是却是个不容易实现的理想，甚至说是不可能实现的理想。那么我们呢，刚才呢，通过这么一些简介呢，介绍了一下因信称义的一些基本概念。那么同学们呢，我们先休息一下。